上课喽 ！Hello, graduate student, how are you today? Welcome to music lesson. Today learning objective. 今天学习目标是 first one. I can know how to recognize notes name and how to sing. 我知道音的音名和唱名，所以我们今天会把高音谱记号、低音谱记号的音名、唱名全部都介绍。当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教过高音谱记号，那我们就再复习一次。Second.I can know how to finish my work on CISO. 那我在 CISO 上面又放上一个音名作业。那音名作业，你就是要把这些曲子写上音的名称，当然你要把它唱出来也可以。我们要开始来做一些统整了哦。所以你看，哇，里面好多复杂的节奏哦。有人说这是什么蛙歌，这是什么咚咚，什么西西，这个后面就是会来。这个其实这些 music notation 我们之前都教过了，一年级教过。那现在只是把它放上五线谱，放上低音谱记号，可以吗？但是你不用担心，我还是会给你一些 reference， 就是高音谱记号、低音谱记号的音名参照表，所以这个就 OK 了。OK，ATL scale 学习方法连接 ，first one thinking scale。当然啦、你要去认这些音名啊，甚至唱名，你的脑筋需要动一下嘛，对不对 ？Second communication scale， 好，其实音乐就是在跟人家做沟通连接的。你开始知道这些音名、唱名，那你就可以唱出这些音，唱出这些旋律，那你就可以跟别人开始有交流啊。Third self management scale， 因为你必须要完成作业 on CISO， 所以。自我管理能力非常的重要哦。好了，那我们就快点开始吧。好 ，Let's review treble clef and bass clef。好，那当你看到这两个谱表同时间出现的时候，它叫做 grand staff， 大谱表，很大，两个都有包括了，这样懂吗？吼，所以这个稍微去记一下。当然。其实这边刚刚在画一个耳朵形状的东西，但是我这边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画了。这个之后我再告诉你。好，那我们先回到哇，超多音的，对不对？我们首先一定要记住这个音，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音。我再说一次，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音哦，它叫做 Middle C， 中央哆。你有没有看？它刚好在这个大谱表的中间，而且它很特别，它自带了一条线。这条线不属于五线谱里面的，它自己带了一条线，可以吗？你有发现，如果它今天在 treble clef 和高音谱记号，它自己还是要画一条线；它今天在 bass clef， 它自己还是要画一条线，可以吗？所以它很特别，我要念力，输入你的脑中。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中央哆，因为当你记住它的时候，你就有办法可以算音了，这样懂吗？所以以前我们在算音的时候，你们看我中央哆，我自己都会假装这边有一条线，五线谱嘛，哆在这边 ，re 就会在这边。好，那我们先看，我们现在 let's review the treble clef， C D E F G A B C line。Space line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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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e， 但它依循的这个规则嘛，它并没有乱跳，没有 line line， 它没有一直就是都是线，它已经是线房间。所以你看这个很特别，中央都 treble clef 高音谱记号 line space， 所以你看这个 re 会是在这边，它不会在这五线谱里面哦，它中央都。Re 会是在这边哦 ，space， 咪才会开始在五线谱里面，这样懂了吗？好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best belief， best belief， 你们看下楼梯 downstairs， 它是往下走，刚不叫是上楼梯，有没有？好，那你看哦 ，lin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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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space， 它还是依照这个规则，只不过它是下楼梯。可以吗？所以哆西拉嗦发咪瑞哆，超低音的，对不对？低音哆。好，所以看它的名字 B C B A G F E E C， 你可能会头脑五煞煞，但是到底是什么五煞煞？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它是它引领，但是呢，你看哦，如果从这边。从这边看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其实它只是排列组合的关系嘛。因为我下楼梯，所以当然我整个顺序就颠倒了，对不对？好像我上楼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第四阶下楼了，你帮我从第四阶、第三阶、第二阶、第一阶这样下来，你不会下楼了。第一阶，哇！第一阶你要跳到下面去呢，对不对？所以它就是排列顺序的问题，可以吗？所以你看，哆西拉嗦发咪瑞哆，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可以吗？顺序颠倒的问题。好，那我现在要你脑力激荡一下，有谁告诉我，为什么就是七个音啊？为什么不能八个音？不能一百个音、一万个音全部都不一样，为什么只能七个音呢？你不能告诉我说哦，因为他喜欢，没有这回事。他们在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一定是有深思熟虑过、有想过的。有谁知道吗？好，给你一个提示，你的生活当中跟七有关系的。Round One 不是什么 Seven Eleven 哦，可以吗？1500年那时候还没有 Seven Eleven， 可以哦。这跟什么跟七有关系？哦，我听到了，一个礼拜它是有七天嘛，对不对？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又回到星期一，这个是世界通用的。可以吗？你今天去埃及一个礼拜还是七天？但也许他们制定日历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一个礼拜还是七天，它不会乱跳的，可以吗？去日本一个礼拜还是七天，只是它名称不一样，这样懂吗？哦，但我们没办法，星期一、星期天没日子没办法倒回去，所以为什么它是这样一直排列上去的？这样懂了吗？好，所以你这样就会有办法记住哆瑞咪发嗦拉提哆，你要唱 C 唱 T 都可以，七个音，可以吗？这是真的哦。好，那这个就是它的音名，记住这个音一定要记住。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请你拿出左手右手都可以。好，这个一定是第一线哦，第一阶，第二线，可以吗？就是这样拿着。好。Treble clef， 好，高音鼓机啊，所以 middle C 在这里，中央都在那边。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好，但是如果今天我换成 best clef 在前面，你的 middle C 就会在这边了哦，可以吗？因为它要下楼梯的哦。Do do si la sol fa mi re do。西拉手法，但以此类推，一直这样算下去，这样可以吗？好，所以稍微复习一下，稍微看一下。好，我们复习完了，可是有些小朋友说 ，Tio Kevin， 可是我在谱上看的音不是这个样子啊，他有时候会把它 middle C， 他会写成这样啊。它不一样啊！你看它跟大家不一样。好，这时候你就要赶快跟你一年级我们教的 music notation 去做连接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音，它是不是这个 music notation？ 这代表什么 ？Quarter notes 代表一拍，所以代表你这 middle C 要唱一拍 do。那如果你看它是写这个样子，多口袋音符 whole notes， 所以代表你这个 re 要几拍？四拍就变 re mi fa， 这样懂吗？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教你音名跟唱名，那你开始也要跟你的 music notation 做连结了哦。好，接下来我们是要开始在五线谱上面要写出旋律，那而且要搭配不同的 music notation。这个礼拜的作业。Please write down the notes name. 请写上这些歌曲的音名。I give you three songs. First one is Proud of You. Second is Count on Me. Third is from Animal Carnival. Turtle. 天堂与地狱哈。那你们看，这是低音谱表，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好，那你可能说啊，糟糕，我突然忘记那些音名的排列。不用担心，我会给你这张表，我会附上这张表。所以你看，它有 Treble Clef。有 Bass Clef， 你都可以遵照一下，可以吗？好，那你看，哇，好多不同的节奏，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喽。其实你就把它写在下面，可以吗？那像这个比较特别的音，我就帮你写上去了，可以哦。因为这个音也要帮你写上去，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写上去哈。好，那当你拿到这个作业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好，比如像这个是 Mi， 对不对？那它的 notes name 就是 E、E、F、G、C、D、E、E、E、F、G。好，当然呢、啊，你在唱的时候你不可能唱 E、E、F、G、C、D、E、E、E、F、G。你就要变成唱名嘛，你们变成咪咪咪发嗦哆瑞咪咪咪发嗦，所以你自己可以去试试看，你可以转换看，甚至你家有乐器啊，你也可以在乐器上面把它演奏出来。那我们稍微听一下这个旋律哈，速度比较快哈，可以吗？好，那康阿咪哆。这是应该是 re do 吧， re re do 会比较对哦。好，那 turtle 呢？ Bass Clef 要注意哦。哦，这样知道了吗？所以你就是要负责把这些音名、音的名称写上去。那顺便你也可以唱唱看，或是你可以在你家的乐器上面来弹弹看啊，这些歌曲你应该都非常熟哦。